到现场，我是诸葛亮。好，我们今天讨论电影国片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爆红，你庆家了没条？那些年我们还有什么事哦？是也让你追的刻骨铭心，六个心肝头上上啊，哦，拢会记得清清楚楚。来，这段给什么人？这给我们最大档广告时间，全民绿茶这个三比八 ，Mr. 不让教官。七点钟了，还在那边轻轻松松的，听口令站起来。所有人听口令，认真，原地踏步走。介绍一下 ，Miss Car， 有 ，Miss 飞，有，在下 Mr. Brown， 我们是 Mr. Brown， 好兵，好，都已经几点钟了，还坐在这边吃零食，有没有想到你们的身材啊？你们身上的脂肪堆积啊，没有燃烧，你看你这个肚子，你这肚子还好，还 OK， 还 OK， 漂亮。Miss Car 有在练、oh! 你看 Miss Car 这个腿，你的腿太粗了，所以你肚子的肉跑到腿上去了，你这个腿就是太粗，你看看人家这个腿有没有，他这个腿就非常的细。 Miss 飞的腿上来之后，你拍到人家都抽了，我是三天没有放水，我压力很大，我压力很大，我打不出来，我是脂肪。哎，我们比一下，你看差多少？侧面，我也往前捅了。哎呀！哦，太糟糕了！你们有没有想想，在那些年，你们在这个肚子上、你们的腿上没有脂肪堆积的那个日子呢？是不是？报告教官啊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，那个女主角很瘦，她拍到我们的心坎里了。我们想回到以前的日子。是吗？是。很好，那你们有什么令你们在那些年刻骨铭心的回忆呢？有。报告教官 ，Miss Car， 你说，我相信以前小时候的时候，跟我阿妈在庙口看露天电影，非常好，在那个年代是国片最辉煌的时期，每一年有上百部的国片能够上映，而且呢是台湾、香港是好像都一样，不管是这个王晶的导演或者的片子，或是朱延平的片子，不管是周星驰主演的，或者是陈松勇主演的，所有电影经典台词，大家可以说是朗朗上口。但是后来因为有几年我们的国片的确是非常的低迷啊，甚至到一蹶不振了。我们大家好好的加油，珍惜最近国片不错的日子，大家支持国片好不好？Miss 飞，你有什么刻骨铭心？报告教官，我很刻骨铭心的是脚踏车的巴布冰，还有一杯10块钱的红茶冰，还有菜市场的萝卜饼，还有巷口常常会嚼的小巴掌，有个奶油和假小巴掌，我好怀念啊！你有没有羞耻心啊？你想的全部都是吃的东西啊！你这样子会越来越肥，知道吗？你看，像教官不一样，教官小时候的回忆都是充满了童趣的。而且我今天特别把童趣的这个东西全部编成一个动作，让大家来训练一下，好不好？包括了躲猫猫、丢飞盘、骑单车，还有跳格子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演练演练，预备，看教官这边，预备，去躲猫猫啊，躲猫猫，躲猫猫啊，躲猫猫，丢飞盘啊，丢飞盘，丢飞盘啊，丢飞盘，骑单车啊，骑单车，骑单车啊，骑单车，跳格子啊，跳格子。没有人这样跳格子的啊？是吗？对，没人这样跳的，不然你们不是都这样跳？不然你们都怎么跳呢？都这样跳，这样跳。哦，那可以，你们就把转身省略掉，往前这样，嘿嘿，这样跳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听口令，老师音乐，去躲猫猫啊，躲猫猫，躲猫猫啊，躲猫猫，丢飞盘啊，丢飞盘，丢飞盘啊，丢飞盘，骑单车啊，骑单车。跳格子啊，跳格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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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我当格子，把我当格子，
啊，很好。是的，刚刚经过了这段的这个训练，大家有没有感觉自己身上轻多了？有，报告教官。做完这些健康操之后，我突然好怀念以前的日子哦。是吗？是的，报告教官。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步调越来越快了，以前我们没有钱可以穷开心，就是没有钱生活，但是生活很开心。是，现在同样也是穷开心，却变成了越来越穷，开始担心。越来越穷，开始担心，叫穷开心。是，不要再回想的过去了，我们要勇往直前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今天的努力才能够换来明天美好的身材。跟着我一起动，预备，我们的同玩健康操，音乐开始，跳格子啊，跳格子。直接跳格子，跳格子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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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格子，把我当格子，把我当格子。好，那继续练习，我们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哎，真正讲少年的时阵啊，有些事情做起来真的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是你还是会去做，这就是少年血气方刚。其实了，阮迄当阵迄几年啊，阮追了一幕女孩是啥物人？彭雪芬，家人啊，对不？过一个我啊讲出来，大家观众朋友，大家靠干人话晒，林南斯，你看卖，我讲出来，大家就知影。伊甲李慕辰，哎，李慕辰有无？在公车面顶，大家拢偷看迄查囡仔。你怎么不讲白光热地了？你讲太远了，好不好？白光热地也无咧拍第迄个学生电影了啦，吼！来看一下超级麦克。高炸高炸啊！哎，头家跋输掉，头家娘对人走，囡仔第一厝的妈妈好啊！你行得过，你买无学会走过，如果你千万不要错过，卖门外名，直接叫我超级麦克第一名。好，谢谢啊！来来，今仔个报一个好康啊，互恁知哈，买袂啥，买袂一支哈，一支啥物？阿公阿妈都讲互恁听啊，一支叫做大声讲，唔是哈，这个全名叫做哈，叫做啥物？超级咖喱啊，风哦，辣酸味主动 ，BBB 消音器啊，哇，哦，这足重要呀，因为哦，你若有当时啊，你骂辣酸味的时阵哦，你电视画面嘛未使播出啦，所以讲要用我这台，安尼就会使播出啦。不管以后不管什么人骂辣酸味，伊拢会甲你主动 BBB 啊。哎呀，你嘛靠拜托诶，迄垃圾话就是啊，直接扯出来啊，爽啊，对不？对啦，你咧扯时阵是足爽的啦，但是你接到话筒的时候，看你爽不爽？啊对啊，阿姊台到底是要卖互相诶？卖互啥物人吼？我讲你啊，卖互一个骂垃圾话人。就是什么人，就是政治人物哈。因为咱政治人物哦，最近选举那边搞啊，拢在讲徛台啊。但是徛台时阵哦，定来政治人物拢讲唔对话哈。像就进前啊，有一个电台主持人徛迄个蔡英文的台啊，伫台顶啊骂这个马英九王八蛋哈。结果哦，够像诶吴敦义院长进前哇，伊讲话的有无？伊讲垃圾话，结果最后叫抓到时阵哦，伊拢来主动过来道歉的。所以讲哦，一定爱买我这台叫做超级咖喱啊，垃圾话主动哔哔哔消音机啊。你只要你骂什么垃圾话，伊拢会主动甲你哔哔哔。我来俩试了看卖哈，来看卖，好，我就来试了试了哈。哎，王一蛋，哦，咱都无啦无讲嘛哈。王二蛋、王三蛋、王四蛋、王五蛋、王六蛋、王七蛋，哎，重音来啊、哦，这个马落去，伊就甲你消音哦。王八蛋，你看，马上消音。但是咱话哦，咱有节奏，咱讲者唔对，叫做王八逼。伊赶快，伊赶快是注意哦，伊这是有偷拍你文啦。啊，有阵时啊，逼王八哦，啊逼八蛋哦，伊都唔知影是小多字，但是伊知影你要骂歹话，伊主动把你逼逼逼啊，随机就对了哈。而且这个台语模式啊，因为有人啊，唔是打错国语的，我错台语的对吧？台语的赶快给你消音嘛，我来试看麦，哎。哔哩哔，哦，哔哩啊，哔哔哔哔，哦，小花你啊，较大声，你袂负气的时阵，你的音频会造出来，哔哩啊，哔哔哔，哎，有当下，有当下，你音频造出来，但是不要紧，伊无构成骂那啥话，哦，但是有这台你就会使保障你，你袂去发着哈，来，我靠一台哦。直接是卖一千哦，哎，啊你，哎，对啊，你要试验一下，无你也试验一下，啊，试一试。你讲，哎，你稍等下，我要问讲，你叫啥名？你用这台甲看麦。哎，哎，拜托的，哎，我是叫你介绍你的名，你先来甲我找啦。啊，你搁讲一遍，你的名叫啥？弟弟啊。哎，再搁你甲我找啊。哎，先来甲呢。我怎么叫弟弟啊？哦，伊个名本来叫 BB， 伊个名本来就是垃圾话。好啦，啊，今仔大家观众朋友有咧甲我斗三工啦吼，这台啊卖恁外提外客，外口一台一千啦，卖恁五百四百，那无算小卖，无算拍卖啊。对呀。一百九十八十。对呀。啊，恁谁人不爱买啊？三九十八，拢无咧卖啊。
摊的就对了哈。我卖物件不是绝对要把这个物件甲行销出去啊，我主要是要探寻善良风气啊。只要这个社会风气拢较好，拢无咧麻辣走的，这就是我重点啊。来，波波甲鼓励一下，啊，甲秀才那边啊。好，来来来，今仔恁大家做头家，恁来画画，看到啥物咱甲画，画上关咱甲卖出去啊。来，后边一支一支的，一支哦，这吼，哦，这你内行的哦，哦，你知影一支啥物？只我你讲，你若有咧表演的场面哦，你家己的吼，安尼叫做小丑。哇！拜托的，这不是小丑啦，哦，这是啥物？这哦，大家看到知影，阿公阿妈讲我听，这在道路上常来看到，这叫做三角锥啊。而且这有一个专名，专名叫做啥物？叫做超级加利亚风行动计程车招呼站。哦，大家想拢无啊哦，这三角锥不是安尼扛的。安尼就会使招呼行动，迄个就客人家唔是啊，这个坑咧哦，就大家知影，只要要乌马路啊，你车主都爱乌走啊，唔是啊，这哦，这就是行动计程车招呼站啊，你也知哦，你就免惊。要行安怎啊？哎，大个啊！你嘛靠拜托诶，迄客人车随便一个所在拢招会到，要做从啥啦？哎，要这当然是啊，有啥要从啊？我你讲，我讲你听啦。啊，你有咩啥物话要讲？我是要讲，若是客人车袂当凊彩砸啊，那会叫做客人车。伊的意思是讲，若客人车拢使凊彩砸，伊就停啊，就对啦。伊的意思是安尼啦，吼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都是哦，有一个啊，有当时啊，你啊徛在大马路口咧招招客人车对无？啊，你咧路边一个招，啊，凊彩招，结果迄客人车开咧内线，结果雄雄看到你招着招手啊，伊就马上劈三车道来路边甲你停车甲你载对无？但是你在劈这个车道的时阵，后边机车司机诶，机车哦，骑机车哦，原来来不及反应嘛，就为客人车弄落，安尼造成危险，交通上的危险对无？所以讲我过去卖吼研究三十年成功哦，就是研究这个行动计程车招呼站，就是为有人车安全哦，这足厉害哈，对人类都有贡献的啊。好，所以讲你啊买这台落去，你呐这台哦买这组哦，等于你啊要砸客人车的时阵，你就先在路边先啊扛。哦，安尼为什么容易？不是讲真要过马路啊，意思就是讲哦，后边机车哦，骑机车知影讲你要砸客人车。哦，机车师机车骑机车就别去弄掉哦。啊，你啊砸到客人车的时阵哦，啊这都会使甲收起来。哦，啊收起来放在对，放你的包包内底。哦，啊，包包落咧，啊，你若到目的地时阵，佮摕落，哦，摕落之前，你惊讲后壁机车会弄着对吧？你着头门先教落，即个先甲弹，等下落，安尼，那么知影你要落车，所以讲哦，上车落车，我这行动记录这招呼站拢足好用的啊，来。只要一组五千啊，卖恁人客偌济？外口吼，外口一组吼是一千啊。咱直接南山钱甲传路边，哦，为五千开始起条。因为我这有荧光彩色啊，对不？这彩色这用餐都花钱钱啊，对不？来五千起条，五千加偌济？六千加偌济？七千。七千加多少？八千加多少？九千。九千加多少？几万来行的，来，继续行，再来讲钱钱。吼，是哦。哎，注意身心啊。唔对啊！啊，你进前那种骑空运车还是骑机车？啊，你即摆啥啦？要买这個行动计程车招呼站，你要怎？你要坐客人车？我都骑都买点点那种客人车。我想讲买这较安全啦。啊，你对啦，买这较安全啦。啊，想要坐客人车都要来啦。啊！哇！真正有影咧！骑机车定来去，伊个客人车拍到安怎去弄？拜托卖倒去吧啦！你翕我要创啥？我对人类有贡献啦！你给他提报我世界贡献奖。做啊！是我的猫，别！我倒起来了，卖光地板了。